诸位同学，请看别心所照中啊，第三个小段，现诸天。我们把文念一遍：百亿须弥山王，百亿四天王，四天王众天啊，百亿三十三天，百亿夜摩天，百亿斗率天，百亿化乐天，百亿涛化自在天，百亿梵众天，百亿光阴天，百亿遍尽天，百亿广果天，百亿色究竟天。其中所有皆悉明现，这一句是总结。这个经文完全是举娑婆世界做一个例子啊，现诸天啊，第一句话了，说百亿须弥山王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有说，现诸天中举须弥者，二天所依故啊，这个二天呢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啊，四王天跟忉利天是地居天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没有离开我们现在讲的物质的世界啊，现在人所谓的是星球，他们没有离开星球，在近代慎行这个一个说法了，讲这个外星人，外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，真的他是人，但是也许是天啊，如果是天呢，当然是地居天啊，因为他不能够离开星球啊，他要以这个为住啊，住在这个星球上，但是如果他到地球上来访问，是用的交通工具，那我们就能够断定他不是天人。为什么呢？天人不要交通工具啊！你看他还是做这个飞碟了，这是飞行工具啊，那真正叫高科技了，比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的科学技术要高明太多了啊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。他们这个飞行器，这个科学的机器，它的速度很快，也能够很慢，也能够停在空中
我过去见到一次，我的印象很深，那个时候还没学佛，50多年以前好像是1950年，50年还是51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住在圆山，有一天下午，看到空中有个绿色的光点，那个光很大，看不到东西。就是一个光点，那个光点在空中不动。我还有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看到。到第二天，报纸登到，看到的人很多，绿色的一个光点，光很大，停在空中。我们总以为是什么呢？那个军队大概在是做试验打的信号弹。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啊，它移动了，就发现这不是信号弹，开始移动的时候很慢，速度不快，但是几秒钟之后啊，它一下就不见了，速度太快了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不明飞行，飞行无啊。那这就是比我们地球上这个科学技术高太多了。我们今天这个飞行器的时候不能在空中停住。它能在空中停住。它能很小的速度慢慢移动。最后很快的速度的时候叫你一下就看不到了。由此可知。凡是要用飞行器具的，这是人，这不是天哪！天人不需要用这个东西，天人有神足通，他能够飞行变化，而且他飞行的时候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他在远距离飞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身转变成能量，那速度就快了。我看至少啊要跟光速差不多，甚至超过光速多少倍？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，他把能量再转换成物质，对，身相现前，而且天人有能力，他有变化，神足通，他有变化。它能变各种不同的样子，能变成小孩的样子，能变成年轻人的样子，能变成老人的样子。那不是感应，那是随心所欲的变化。想用什么身份，他就变什么样身份，像《西游记》啊。那个孙悟空72变，那是天人，不需要用交通工具啊。用交通工具啊，肯定科学家讲的是外星人，他确实是人道，不是跟我们住在一个星球上。他住在别的星球上，
他不是天，他是人。这个我们要了解。啊，他力量他这些工具的时候，他就不能飞了。啊，所以有人说，地球上的人从哪来的？是从外太空来的。啊，外太空的人到这个地球上人来，大概来探险。啊，来了之后啊，他的这个飞行工具出了故障了，就飞不回去了。于是，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。啊，繁衍成为现在世界上这个人种。啊，我看那些科学报道里头有此一说。啊，是别的星球上移民过来的。啊，那么这种说法呢，不能说不可能，有此可能。但是到现在证据不足，啊，这是这个科幻小说啊、科幻报道啊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啊，所以真正天人呢，不需要了，啊，中国人如实说啊。外国人也说是说啊，你看看基督教里头所讲的，天主教里面所讲的，也没有交通工具啊。啊，天主光临这个世界，啊，圣母玛利亚光临这个世界，都不需要这些工具啊，所谓是腾云驾雾走了。那么须弥山王啊，这是天人居住的地方啊。欲界第一层天是四王天，第二层天呢是忉利天，忉利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三十三，所以我们叫三十三天。对佛学没有较深的研究啊，于是产生这个错误的观念，乃至于学者啊，世界上知名的学者没有真正去阅读经教啊，于是说佛家的宇宙观啊，讲三十三天的啊，天有三十三层，这说错了，这外行啊，说佛法讲这个宇宙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也讲错了。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啊，不是说整个宇宙啊。三十三天是一个层天的 啊，好像一个国家有三十三个省，三十三个州啊，它是平面的，它不是立体的，不是三十三层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佛弟子如果把这些名相搞错了，那人家笑话了，那人家外行啊。啊，诸天在此地也不必细数啊，这属于佛学常识。我们重要的还是要
了解它的意义，我们应该怎样学习，怎样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四王天在佛法里面称为四大天王，啊，正规佛教的寺院，一进门呢，第一个建筑就是天王殿的，啊，天王殿里面供奉着就是四天王，啊，那么天王殿当中呢，在中国的习俗里面都供养弥勒菩萨，这些全都是有教学的味道啊！啊，所以佛教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总要记住，没有迷信呐！啊，非常可惜呀、啊，这个寺院里头一切的建设设施，就像是佛教博物馆一样啊，你到博物馆参观，你是个内行人啊，这些里面陈设的内容意义啊你都能了解的时候，哦，那你真的生欢喜心啊，你得利益了，一点迷信都没有啊。基督教、天主教反对拜偶像，佛教是不是拜偶像？不是，佛教不拜偶像啊。那么佛教这一些艺术品是，这艺术品是教育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拜偶像是迷信的，那是错误啊。啊，社会教育怎么能够啊引导人去走向迷信呢？啊，你看佛法教学破迷开悟啊，所以这一切设施啊是他的教学的善巧方便啊，尤其是佛陀真的是具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高度艺术的手法来教化众生啊，啊，尤其是佛在经典上常讲，佛法在世间呢，不坏世间法啊。那么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之前，印度宗教非常盛行啊，我们知道婆罗门教啊，现在称为印度教，南洋称它为印度教，我跟他们有多次的接触啊，我也向他们请教啊，印度教的长老告诉我，他们这个宗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，但是印度人呢不重视历史啊，没有确切的记载啊，一万多年是传说，有此可能。今天世界上啊，这个在宗教里头一般都肯定印度教有8500年历史啊，这是世界上一般公认的，就算是8500年
比佛教啊早多了。啊，现在世界上承认佛教呢才2500多年呢。啊，那么中国人的记载，你像虚云老和尚、印光法师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啊，他们用中国的这个记载。啊，中国记载今年应该是3020几年。啊，这个诸位啊，如果看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年谱、印光法师文钞里面有说到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佛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之前，印度就是一个宗教之国，啊，宗教里面。免不了有很多拜神的，啊，真的是有多神教，啊，那么佛陀出现在世间呢，跟这些宗教往来，哎，不破坏它，啊，像这个四天王，这不是佛教的啊。也是其他宗教的 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把他们接引过来了，给他新的教育意义，于是他就变成表法了，高明到基础啊！哎，你看你拜的这些神这形象存在，一丝毫没有改变，意思不一样。啊，东方持国天王，啊，佛给我们讲解，让我们从名号里面学到了智慧，学到了德行，啊，持保持啊，过是过家了，啊，怎样保持过家呢？我们儒家讲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，啊，那么治国之根本在齐家了，齐家的根本在修身啊，修身的根本在正心，正心的根本在诚意，诚意的根本在致知，致知的根本呢，在格物啊。那他就表这个意思啊，就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们用儒跟佛来解释。啊，大。是持国，小持家持身啊，持心，这里面不就产生一套大学问了吗？你看从一个神像里面就产生了教学的作用啊，他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，不是说这个天王喜欢音乐啊，那你要这么想法呢，你就错了。他这也是教学，也是表法的啊。这个手上抱着的
中道啊，啊，这个弦乐器，诸位懂得，弦要是松了，它弹不响；弦要是太紧了，它断掉了。所以这个调弦呢，要调到适中，音色就没了。取这个意思，在佛法里面表中道，在儒家表中庸。啊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用通俗的话来讲的是表中和之道。懂得用中啊，懂得用和啊。啊，中是什么？不偏。不邪，啊，不偏不邪是为中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意思多好。啊，东方天王教我们的。啊，南方天王的名字叫镇长。啊，你想想看，这顾名思义。啊，镇长的是什么呢？德行要镇长，智慧要镇长，学术要镇长，才艺要镇长。我们物质生活也要增长，没有一样不增长啊。这个代表佛法里面讲的精进啊，儒家讲的热心有心，啊，现在人讲啊，永远在进步啊！南方天王表这个意思，勤奋、努力、学习啊，你才能够日新又新。才能够精进不退也。啊，他手上拿的是一把剑，啊，剑代表智慧，慧剑，啊，慧剑能断烦恼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正是我们佛门里面所说的烦恼轻智慧长啊，这个智慧长就是增长嘛。啊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吃苦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持家，没有智慧你就不能持身。啊，所以镇长天王代表般若智慧呀，啊！这些教学都实用的，学了之后马上就用上。啊，改变了我们许多错误的想法，改变了我们许多。苦难的生活，这哪里是迷信呢？
啊，这哪里是拜偶像呢？啊，真的是从远古要拜偶像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呢，偶像还存在，但是意思不一样了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真的给我们显示圆满的智慧。你看看，不坏世间法了，把世间那个转一转就行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说，若能转无则同如来。啊，这个世出世间法里面没有一法不善呐，没有一法不美呀，没有一法不真呐，法法皆是真善美，就你怎么转法。哎，他现在不真不善不美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你自己迷了，你自己不觉了，所以把原本的真善美啊转变成迷些染，错了啊！你智慧开了的时候，哎，你把那个迷些染一转变，就是真善美。啊，所以这些佛像到佛的面前全变成真善美了。啊，全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了。啊，变成我们修行的典型，修行的模范，修行的标本。这佛法真正不可思议之处，所以佛法永远没有破坏。啊，破坏是错误的。啊，永远没有破坏。它真的是现在人所讲的是建设性的。啊，它有智慧把你转过来。啊，让你看到这个相，就提醒自己。啊，看到持国天王，就想到我自己，啊，要修身齐家治国，这一生事业。啊，看到正长天王，就想到我天天要进步，要求智慧，啊，要提高我的技术能力，提高我们生活的品质。啊，西方北方呢是讲方法，是讲手段。啊，西方广目天王。啊，广目是什么意思？多看呐。北方是多闻天王，多听呐。啊，你怎样长智慧？怎样获得技术上的进步？你要好学啊，多看多听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。这两位天王代表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一条龙，也有塑像里面呢啊，手上拿的是蛇啊，龙也好蛇也好，意思相同，善变啊。东方人常常讲龙蛇变幻无穷，它善变呢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世道人心啊，就是现前这个复杂的社会，
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多变呐、啊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要知道它的变化，尤其要能够发觉到变化里头有不变的，那个不变的就叫做真理。啊，所以天王手上通常左手拿的是龙，龙蛇，右手拿的一个猪，啊，这个猪代表什么呢？不变的，这个代表变化的。人情的变化，社会环境的变化，特别是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，啊，现在这个时代是急剧在变化，变化太大太大了，啊，几乎叫一般人手足无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应付了，它变得太快了。啊，尤其现在这个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啊！啊，我听一般搞科学的人说，啊，新的产品大概是3个月就有一样新的东西出来了，旧的东西逐渐逐渐淘汰了。啊，我们利用这些科学技术的方法，时间不长啊。啊，我想想看的时候，大概就是20几年了。啊，20几年，你看看，前面东西全部被淘汰落伍了。啊，最早的我们用录音，啊，那是最初的那种录音机，那个袋子是一盘一盘的。啊，机器也很大很笨重啊！啊，我们用那个啊，讲经的时候来录音。啊，以后进步呢，这走向了卡式的。啊，这个卡式的袋子啊，现在还有在用。啊，但是已经很少用了。啊，有这个在进步，啊，就变成录像了。录像最初的这个机器也非常笨重，啊，所用的这个录像的袋子很大了，像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啊。啊，以后逐渐改良，机器也有进步了，啊，袋子也越来越小了。品质也越来越高了，啊，最初也用电池，但是那个电池啊，大概只能用1个小时，啊，时间最长就1个小时，所以你要带好几个电池，是又重又笨，啊，这都是我们自己过来的。啊，现在电池轻巧小耐用啊，充一次电用好多个小时啊，这个20几年我们自己用的这个机器淘汰的就很多啊，啊，常常在更换新机器，更换新的设备，日新月异。啊，我们更换的速度还相当慢，啊，用到这真的新的东西好东西，我们才换，啊，我们尽量的让它用，啊，那个换的最快的，电视广播电台，他们的东西换得快啊，啊，几乎是年年都要太旧换新，所以说能赶得上时代，啊，因为他们录像是表演的，
是很复杂，啊，我们这个讲经呢是教学，所以就简单多了。啊，前些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成立，那边建立了一个摄影棚，啊，是有一些专业人员啊替我设计的。我一进里面去呢，就跟那个电视台里面的摄影棚差不多，就是小一点就是了。啊，三期作业，那拍电视啊！啊，我在那里讲经，一会儿镜头变化了，变到这边，一会儿变到那边了，变来变去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不行啊，这让人听经的时候看到眼花缭乱，心不清净。他们以后才明白了，哦，这是教学，不是娱乐。啊，这个是要先清净，啊，所以后面的背景，啊，他们原来背景都是移动的。你看背景是这个、香港，啊，跟九龙这个海啊，海里面的船啊，我们在坐在这里，你看到那个景上船来来去去的。啊，飞机也飞来飞去的，你叫人看的时候，人家动心的，啊，心不清净的。以后我们把机器，啊，才好像是搬了一台到这边来了，啊，把它分开了。我们的摄影棚一个机器就够了，不能搞三个，啊，搞三个就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摄影棚是比一切摄影棚是设备最简单，啊，操作也最容易，啊，确确实实把我们讲经教学的效果扩大了，啊，那么到今年年初，啊，这个陈居士他发心我都不知道，啊，他怎么样搞成一个卫星频道我不晓得，啊，他搞成功了再跟我讲，我说好，啊，我知道这个费用很高，维护不容易，啊，许许多多过去佛教做的这些节目，啊，时间都不长，最后都关闭了。所以我就开玩笑告诉他，看看你的命有多长，啊，你能不能维持下去，啊，这次来差不多了快一年了，啊，没错，啊，我说我看看你明年还能不能过得去，啊，事是好事，随缘不攀缘，啊，但是他能够播一年，纵然明年停播关门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啊，你要问什么功德呢？了凡四训里头常讲啊，一桩事情要看它的影响，它的影响的面很大，影响的时间很长，功德就大了，啊，这播了一年呢，那么大家就算是不播了，许多人头脑里头有这个概念，这个讲经教学的节目好，我们很希望啊能有啊，大家都有这个念头啊，就会接着有人做，以后做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你们想想看，一个电视广播电台所做的节目，这个通通属于社会教育，
你这个内容是教人干什么？我们这个频道是教人做菩萨、做佛啊。啊，一般电视你打开的时候，他教你做什么？你这一比较就晓得了。佛家讲十法界，啊，佛法教学的节目，至少在十法界里头是教你做好人，教你怎么样升天，教你怎么样证阿罗汉果，成为菩萨，成为佛，是向上提升的。啊，如果这个电视内容里面都是讲暴力，都是讲色情，都是讲毒品泛滥，都是讲杀盗淫妄，那么他的教育的结果是叫你往下堕落，往下堕落是三恶道，是畜生恶鬼地狱啊，都是属于社会教育。啊，从前方东梅先生在世的时候，常常给我提起这一段事情。啊，他说这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他肯定就是电视广播。诱导的，他说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有一年我在讲经上提过几次，啊，有几位台湾教育部的官员，啊，到他老人家家里。向他请教，啊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？啊，那一天刚刚好，我也在老师家里。啊，我就听到老师教导他们呐，如果要真正想复兴中国固有文化，他说第一个。台湾那个时候有三家电视台，电视台关闭，报纸杂志停刊，广播无线电广播也要关闭，这几个好像有三个官员呢，他处长阶级的，那听了之后也都说不出话来呀。最后跟老师说，老师这办不到啊。方先生说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固有文化，你要不把这个破坏文化的东西把它消除掉，你怎么能复兴？这话讲得很有道理。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！以后在闲谈的时候，这些人向方先生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美国在当时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强盛的国家啊，他们提出来古时候罗马帝国一千年也有亡国的时候啊，这一个国家再强，在世界上不可能永远强，永远存在啊。他们就问了，美国将来亡国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根本就没有思考，立刻就答复他，电视。美国亡国第一个因素是电视，然后提醒
这个教育部官员，台湾电视要小心啊，现在还没有像美国那么样的严重，如果要严重的时候，台湾也就完了。真正是有智慧，真有远见呐！啊，所以他常常跟我说，这么好的工具，为什么不拿它用作正面的教学娱乐？啊，要去搞这些负面的，啊，黄色的、灰色的、什么黑色的，啊，搞这些东西。啊，这些东西要负因果责任呐、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广目天王表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！啊，北方多闻天王，多听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观光考察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呢，称之为参学啊，天天在学习啊。观光旅游，你花那么多钱，这等于交学费呀，你学到了什么东西？每一个地方细细看看，仔细听听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我就有进步了。啊，看到别人的好处，我记住，我也学了。看到别人不善处，我要警惕，我不能学他。这就天天在进步啊！成就自己的智慧，成就自己的德能。持国是讲德能，增长是讲智慧。啊，所以持国增长依靠的是什么？依靠的是广学多闻。你看看天王殿这个教学内容多么丰富，这哪有迷信呢？这不是拜偶像啊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你要认为这个是拜偶像的时候，你对于这个佛门教学的时候一无所知，他用艺术来代表啊，当中供奉弥勒菩萨，在中国人设计，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，你一进门头一个看到他啊，他也是表法的啊。我们供奉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笑眯眯的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团和气，代表心平气和，代表笑脸迎人啊，不失欢喜啊。啊，这个肚皮很大，代表什么呢？能包容。你看看那意思。啊，你从这个相上能看到慈悲、平等、啊宽恕、包容，你至少在那里学到这些。啊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入佛门。入佛门的时候，一定要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啊，度量要大。入佛门一定要
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孝廉耶人啊。所以古人呢，在这个相上提了八个字：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入佛门啊，进门的时候你要懂得这个心要平等，要欢喜，对一切众生欢欢喜喜。四天王表的意思啊，各个宗教里头所奉的神，到佛教里面，佛都给他加上意义，教育的意义。真正具足了真善美慧，所以寺庙一切设施就是佛教的博物馆。佛教是博物馆跟教学教师啊混合在一起，圆满到基础啊。方东梅先生非常赞叹了，真正是高度智慧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